喜乐学堂 iBusiness 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平安。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江董事长，但我们传说中的江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江哥，来，欢迎你跟我们十家电视台的朋友问候一下，挥挥手。对，对。大家平安。对，谢谢江哥来到我们的节目哦。对啊，我们第一次这么贴近的这样的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聊天，要不要来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你的行业？上帝恩典，我本身我做公仔业，我做独房设备啊，嘛因为上帝稳定，我有在做土地开发。哦，土地开发哦，好，所以江哥，你做的这个就是好像是厨房设备是吗？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公司？是制造商还是零售商？我本身我是制造商，制造商是一个专门做餐厅、饭店、机关哈，是盖钢厂的生产的。所以就是如果一般的公司行号、一般的建商跟你们订，就是等于是源头的概念，它并不是零售商的概念。对，没有错。但大部分是我们针对的是餐厅、学校、机关、饭店比较多，所以直接跟你订是比较便宜了哦。是是是，对，哦，这个顺便打个广告哦。对，因为江哥呢，他是一位基督徒，是一个非常爱主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我相信很多人认识他，但是不一定知道他怎么信主的。哎呀，那个我们江哥要不要来分享一下？你是第几代的基督徒？我是第二代基督徒。第二代基督徒，对。对，那你信主之前？信主之前已经是小就是信主，你是怎么信主的？应该这样说。应该讲，我们都是传播全家信主，全家信主，全家信主是大概几岁的时候啊？差不多我13岁的时候。13岁啊？因为我们家前是虔诚的佛教徒。我简单讲，对招桃菠萝，我转给信主啊，真的吗？招桃菠萝就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真的哇！感谢主，对啊，要不要来分享一下为什么是走到尽头，然后来找到神？早前来讲，我的厝哈，我是真虔诚佛教徒，我爸爸妈妈因拢真虔诚，甚至拢孝敬父母，嘛拢有滴布施，但是。阮一直拜，但是尾后我一个三兄来讲，去迄个台北迄个板中，伊考到板桥中学，所以伫迄个所在，伊伫遐来读册中间，家己去惊着，因为伊本身伊拢全关拢超前3名的书法比赛，所以现阵伊阮爸爸要求伊是用毛笔伫写，用毛笔伫写字来讲，所以。伊写了，伊甲伊个寝室来讲，甲有一个同学，伊写了的时阵，伊受忝，伊趴伫困，困的时候，寝室伊个朋友都入来中间，看见就讲伊趴伫迄个所在毛笔坑里边啊，所以啊画面，面画画，因为迄是创治啦，无啥物无歹意，结果因为安尼中间，到阮三哥起来以后，去厕所看见。看镜的时阵，吓到，完全唔知人，所以因为安尼中间，阮兜差不多有2-3年的时间来讲，阮三哥因为完全变作一个上高读书的人，变作拢完全唔知人，所以因为安尼的情形，向阵阮兜是真非常黑暗，因为感觉人生就真无希望，因为阮妈妈爸爸伊嘛真尔虔诚。一个佛教徒，结果在遐拜，甚至拢伫全部伫布施帮助人。虽然阮家阮是矿工儿女，我爸爸做拓空，可是阮爸爸、阮妈妈因心真水，因真孝敬爸母。可是最后结果是，我囡仔煞变做拢唔知人。所以真的不能恶作剧哈，不能太恶作剧做这样的一个啊。真的是会自己吓到自己，所以伫迄个所在，伫阮妈妈上绝望，绝望的中间，伊阮爸爸去困，因为伊做拖工去困，伊上绝望的中间，伊开伫湖顶。像阵阮伫台北县瑞芳，所以阮咧伫瑞滨庄卡所在，所以伫暗时超到9点的时阵，都超到几乎拢暗暝懵啊，所以阮妈妈10点、11点的时阵开伫湖顶。讲天啊地啊，敢有真正的神啊？
好我的囡仔，我拢爱真遐虔诚的教导，佮拢拜拜，结果好我的囡仔变作一种的状况。敢有真正的神？天地敢有公义？敢有真理吗？所以我妈妈伫迄个所在，伫火顶翻地时阵，天啊金光闪闪，伫天顶一直一个阿多啊，有四五个阿多啊，为天顶安尼一直落来，一直落来，互伊看到。我看到中间，迄个阿多啊是穿全部穿白衫，佮无大件，佮大音乐给我妈妈看。伫迄个时阵，我妈妈心就着头白。一遍、两遍、三遍，伫第四遍的时阵，我妈妈再去问阮的厝边，阮的厝边有一个叫阿刁啊，就是迄个王太太。伊早阿公某人啊，你看到唔是阿多啊，因为你看到是天顶的上帝要差派使者来帮咱一家子。因为我的先生早前嘛染着什么怪病，结果拢看医生拢袂好，但最后因经过因的顶师来讲，带去教会服务师祈祷，都得到好。所以伊人讲是上帝要拯救你的家子。因为迄个时间、迄个时阵，阮真可怜，因为阮做摊工，阮真善吃，阮家各八人。阮兄六个兄弟姊妹，各爸母，挂阮阿姨话呢，阮遐总共八人，所以阮家境真困难。所以因为囡仔安尼的时阵，阮拢全台湾省所有庙事拢去拜了啊，甚至病院去看叫精神分裂症，也没有用，啊无效，所以拢完全无效，甚至拢四个人借钱去看迄个囡仔，好看会当好起来无，结果拢无效，啊有看无啊看啊。所以最后的中间，我妈妈迄个阿弟哇，我的王太太，我的厝边伊人讲，上帝要医治我的时阵，我妈妈讲，搭检查，我妈妈第一句啊问，安尼爱开偌济钱？伊讲，互上帝祈祷免钱。哇！互上帝祈祷免钱，上帝医治免钱。对。我妈讲，阿你敢真正有效？伊讲真正有效，因为阮先生就是安尼就好诶。所以我妈讲，搭真正有效，我要转家来信上帝。想未到，结果阮伫瑞滨行到八斗子台北县，起码八斗子四公里，阮行去伊介绍遐有一个聚会所，介绍四十几年前，所以行到遐中间去学牧师祈，去学团队遐就讲毋是牧师，去学团队祈祷第一遍。两三年，安尼未清醒的人，向向清醒起来。阿门。哦，过第二遍去来讲，就全部完全得到医治，得到真嘛。哇！所以，阮倒是因为安尼来信上帝。阮妈妈带走一两百个人来信上帝啊。哇，好特别哦，观众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懂我们江哥刚刚的这样的一个分享？一个孩子因为遭受到恶作剧，被毛笔字画了满脸，自己照镜子惊吓到之后呢，完全的不省人事。结果是因为妈妈的跪求，求天求地，求到了耶稣的这样的一个显现，也透过了邻居，邻居带他到一个教会，让牧师为他祷告的这样的一段时间之后，竟然完全得医治。我们把掌声荣耀归给神，哇，感谢。所以你信主的经过好特别哦，这个如果我们不是基督徒的话，就是让别人来看就是一个灵异事件哦。对，但是对我们来讲，我觉得哇，真的是上帝显明在我们的当中，完全是神的救恩。神是又生又活的神，阿们，又生活又生，对，所以你从小就是经历到这样的一个神迹奇事。那接下来呢，我相信你们一定有更精彩的这样的一个荣神艺人的这样的一个分享。不啊，我信上帝了，上帝稳定就好满满。我大哥他目前是四大杰出青年。我到因为安尼全家人来信上帝，但毕竟这是阮三个发生，不是伫我身上发生。所以我依然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Okay, 但挂名基督徒，但是我唔知影，我迄阵是一个挂名基督徒，但因为迄个时间，我唔知影上帝的祝福。我差不多33岁开始创业，我嘛赚真侪钱，我赚真侪钱，确实来讲，因遐阵33岁就赚遐尔侪钱吼，所以我本身我有真侪好诶朋友，拢一寡你遐我伫吼，
拢去酒店啦，拢去不应该去的所在，所以我得罪上帝，因为我唔知道我得罪上帝，所以伫我事业上好的时阵，我33岁的时阵，我按阵我就赚1亿啦。哇！所以我这个事业真好的中间，我的某跟我离婚，我的囝嘛不爱对我，对头带迄宗恩，嘛不爱对我，所以伫迄个所在，当阮太太跟我离婚了。无偌久，我的事业嘛经过超1-2年，啊，雄雄，唔知影是安怎来做了足成功，嘛唔知影呐，我都来失败。失败中间，我再有一个迄个华中教会的长老叫敖庆一长老，伊来找我，拄到我，佮带我入去教会。因为我印象中是足久足久，我毋捌入教会啊，所以入去教会中间才看见迄间。一天圣经打开，才看见第一个，看见讲犯奸淫，圣经里面奸淫罪。我看圣经犯奸淫，家己讲我。迄天的牧师，牧师叫陈树庆牧师，伊见迄天的讲道叫做罪的代价。我一定足久足久唔爱去教会啊，向伊看迄天上帝对我讲话。所以因为安尼中间，我才忏悔真罪。我忏悔真多，所以我尾仔在向阵有一个叫反韩盛会，我再过去去韩国，一个纯福音教会崔子石祷告山，我再伫迄个所在去也忏悔真多，求上帝赦免我。结果伫迄个所在，伫迄个所在来讲，最后的一天，上帝光照，上帝光照，我都知影，上帝光照了。上帝放电影給我看，所以我在那個崔子石祷告山那裡，我禁食三天，後來在通宵祷告通宵祷告会，就是在纯福音教会通宵祷告会，像阵迄个教会是60万人教会，哇，好多人啊！现在100万啦，哇！所以像阵60万的教会，我伫遐我多靠，我哭了4个小时，我伫袂中间，我也上帝讲，我。是专程专工来遮认罪，因为我早前是挂名叫做道，我唔捌你，所以我唔捌你，所以我犯你罪，我唔知影，所以求你嘛赦免我的罪，给我搁一遍的机会。所以伫迄个所在，今仔日是最后通宵祷告会，我明仔载就要登去加台湾啦。所以伫迄个所在，我禁食，我会记我禁食做5天。所以我阿上帝讲赦免我，伫瞬间一阵风，安尼足大阵的，我安尼，我唔知叫做圣灵充满我。人徛袂了，跪伫涂骹，我足足靠4点钟久。伫迄个去迄边的通宵祷告会，差不多4-5点钟久。我靠3点半钟久至4点钟久。伫遐哭中间，上帝放电影我看。伫以上我早前所谓做歹代志，无应该去的所在，然后一步，伊放一步我就真做一遍，放一步我就真做一遍，我真做3点到4点钟久。所以因为安尼的情形，我甚至我细下，阮家全部大家拢足够读册，读册拢第一名，拢前三名。但我嘛前三名，可是我是八六生的前三名。我袂爱读册，我老师即摆阁伫个，真正。所以我袂爱读册，所以我早前可是我吼，我细汉我拢甲阮妈妈偷提钱，因为阮妈妈、阮爸爸拢不爱互我收，不爱我零用钱。所以我拢起来偷摕，偷摕我自认，阮妈妈、阮爸爸，连所有兄弟姊妹无一个人知。想袂到，迄天上帝放迄个录音给我看，看见我早前连偷摕钱的罪的影片，伊放给我看，我伫遐忏悔真罪。这个是你在祷告、忏悔、认罪悔改的时候，就是你领受到所有的画面，就是。你过去所做的事情，所有的画面都在你的脑海中，一幕，所以你就是来一幕就认罪悔改一幕，来一幕就认罪悔改一幕，这样足足哭了4个小时。对，对，哭完了之后，你觉得你的罪全部得释放了吗？我哭完了中间，哦，迄个多哭完了，迄个陈世清牧师，我都带去迄个牧师，伊讲，江兄弟，你真遐虔诚，要回来啊呢？伊看了我的中间，伊嘛惊一个，因为我带去的时阵是面人侪，伫侪中面是乌的。伊看了我的心有上帝阴光，所以伊讲，所以伫迄暗，对阮尾啊，阮就等于家饭店。伫迄暗，我拢困袂去。我第一遍伫迄个时间，
我发觉我内底有两个声，拢一直伫唱诗歌，一直伫唱诗歌。诶，唔通唱歌安怎？唱到我无法度困，所以我三点半一定五点要起床。我三点半我困未起，我陈世清、陈牧师讲，我心内那两个声音一直拢伫唱诗歌。尾啊，牧师查讲，迄是圣灵教我的诶，我呢，所以为我祈祷了，我就困去啊。尾啊，伫迄个所在，我的生命才完全的顶头死。好好美哦，而且你真的做得很深度的这样的一个认罪悔改，所以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就是通宵达旦的这样的一个祷告会认罪悔改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你是有完全的得着跟完全的帮助。对，因为和我真真正正都知影讲，真的是天地有上帝，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拄仔讲过。连我家己的头提，细汉头提钱，我都一定袂记得啊。想袂到上帝放影片给我看，所以迄无多，所以我伫迄个所在，我甲上帝讲，我讲上帝啊，我早前是为世间来你拍拼，请你给我一遍机会来创业，因为我已经讲过，我做了真好的时阵，莫名其妙做啊真成功，但莫名其妙，我做啊，某甲失败，离婚。我伫我上好的时阵，甲离婚，囝嘛歹对我，所以伫迄个状况，伫迄个状况来讲，我上帝讲给我一个机会，我后壁拍拼，我要为国度，争取国度的祝福，要来争取国度的颁奖，让我阁有一遍的机会，所以尾仔上帝阁重新赐予我一个家庭，嘛给我一个事业。就是现在的家，现在的事业，以利亚工业，所以孩子也回到你的身边，也愿意来陪伴父亲一起创业，在你的事业里面。对，所以从这样子一路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神在你生命当中所有的改变，我觉得他从内到外完完全全的帮你更新，帮你焕然一新，你有这样的感觉？我早前来讲，我是酒鬼啦。啊，真的吗？现在呢？早前的鬼也拢爱啉酒，所以不要因为安尼，我不要我酒我都戒掉。所以你现在完全戒酒？我刚暗时啊，你困啉一个红酒。就是有适量了，有适可而止了。一段时间。超十几年我都没喝酒、哦、真的啊，全部都完全盖起来。哇，因为刚刚看到你的时候是容光焕发，哎呀，对啊，那个整个肤质，整个就是脸色都是亮的，都是有神的荣光，真的是有神的荣光。应该归上帝。所以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你真真实实的领受到神的是又真又活的神，而且是与你同在。阿门。对，我甚至尾啊来讲，我照上帝驾驶，所以我只有阮迄个公司的盈利要创业，尾啊我决定创业。我第一年的时阵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讲啊简短。我第一年的时阵，我赚300万，所以我用20%来做奉献。第二年我赚600万，第三年赚1200万，第四年赚2000几万。所以拢一直上帝稳定祝福，唔是人会搞，甚至因为上帝稳定，我伫四五年前，我伫冈山买一块，甲朋友啦，甲同朋友买一块。二十三千万的土地，是。所以现在这块地现在也增值了，对，这样对这一些所有的就是所有的投资，包括你现在手上的产业，你觉得这一切所有的扩张都是从神而来的，不可能从我们而来。对，这个真的是这一点我也可以真的是来确认，就是真的有时候我们的在人的能力真的是很有限哦。对，真的是很有限。但是神，当神要扩张你的时候，就好像我们的江哥刚刚分享，他怎么起来的，他也不知道。神给他一个恩典，但是因为他没有保守住哦，在这过程里面，他犯了很多的错，所以他的事业又一路的下滑，一直到了谷底。他开始为了这样的一个过程，也真真实实的认罪悔改，在这个里面，所以他现在有了一个
美好的家庭，孩子也回到了身边，他现在的事业又在创高峰，哎，这是一个高潮迭起，对啊，都是兄弟，对，干不下去。所以现在你所遇到的现在的一个事业里面，是他最一帆风顺的时候吗？上帝真稳当，上帝真稳定，因为阮在最近疫情，因为疫情的关系啊，所以阮的传统行业来讲，就较因为毕竟阮做餐厅、饭店、机关下的设备，所以因遐拢受影响。但是因为上帝，予阮继续搁做土地投资，上帝带阮去做投资，甚至来讲，我要营业归上帝，阮去做土地投资，阮是350万。现金，我都去买20亿3000万。哇！感谢主，这怎么做到的？神做到，不是阮做的。真的，真的，当神要赏赐给你的时候，哦，就是真的，只有白白的领受，这叫恩典哦。阿门。对，你完全真的是经历这个神在你生命当中的这种高潮迭起哦。对，所以当你在最低谷的时候，你现在想起来，这样最低谷的时候，是你刚刚所回忆的那一段吗？还是还有更低谷的？是，我应该讲起来是我遐阵是我所有来的最低谷的时候，最低谷的时候。那你要不要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分享，就是你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心境？虽然你经历了这种认罪悔改的这样的一个心意，但是我相信当家人离开你的时候的那一种痛，甚至于可能你还不知道为什么人家在你最好的时候离开的这样的一个部分的这样的迷失，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回应神？人真正爱必须爱家己上帝心意来的，爱分别罪行。因为我早前来讲，我唔知影，迄一切拢是上帝祝福，所以伫上帝祝福，所以我做诶工作凡事顺遂。但是我因为我唔捌上帝，我挂名，所以我无分别罪行。所以尾啊，才变作连家庭拢破碎。尾啊来讲，当我经历上帝以后，我就开始尾啊从那边开始，我就分别罪行。所以分别罪行，拢有灵修基督，所以阮尾啊拢全部拢上帝完全的诶引导，甚至上帝知我未晓读册，所以阮基督的中间，甲基督伫行头前，伫行是路口时阵，毋知要到底要我正边。我倒边也要直直行，我唔知影。可是我祈祷上帝安讲话，甚至上帝拢用七言绝句，七言绝句给我。遐上帝给我的话句啊吼，我拄啊一定要制作3本一个相片。相片簿，今天有没有带来分享？对啊，起码已经3本了。哦，真的，全部。上都是上帝出的，上帝我實在是不真巧，但是都是上帝，我不知道我就祈祷，上帝說你就怎麼走，你就怎麼走，你怎麼走，所以一路最創業到現在，都上帝跟我們講話，都上帝引導，實在是我們上帝是真夠愛心。所以你现在不再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是真真实实的，真的是走入神的心意的这样的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对吗？感谢主，拢上帝怜悯。对，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大概走了几年才走到神的心意里面？阮自迄个我所讲伫迄个祷告山经历神以后来讲，阮都分别做神，所以到即马只我30创业个大可能差不多的18-9年啊，18-9年，所以经历18-9年能够走入到神的心意，其实我觉得没有所谓的早到晚到，我觉得到了就是走到了神的一个心意里面。我觉得很多人走了一辈子可能都还走不到，所以你走了18-9年，你觉得这18-9年的时间你会觉得冤枉吗？当然是不会，不会哈，就是不会。但就是我会觉得说，就好像今天你在这里接受十家电视台的这样的一个专访，也是因为你有这18-9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荣神艺人的一个故事在这当中，所以我们拿到就是我们就是分享到了荣神艺人这样的一个见证，把我们过去所遭受的这样的一个辛苦，成为别人的祝福。阿门。
感谢主。对，那江哥，你要不要来聊一聊你现在跟家人之间，你还有没有什么负担？有全部都是基督徒了吗？全部都是基督徒了。那有没有哪一个你的孩子或你的家人当中跟你一样是挂名的？有吗？早前来讲，阮因为阮家因为三哥全家信主，对，确实迄阵时是我较叛逆，所以是我是挂名的。等到说即马来讲，可能上少应该是我。哦，真的。所以我全部拢伫，我真爱甲上帝斗阵。阿门。对啊，看得出来，看得出来你的和颜悦色哦，你的这样的一个好脸色哦，应该这样说，就是你从神一路经历过来的这样的一个辛苦，一直到现在你找到神，真的是紧紧抓住，紧紧跟随。对，那你在平常的一个家庭日里面，就是跟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不会常常去分享你的这一些所有的经历？他们都听过吗？他们都听过、他们有感动吗？听了很多次了。所以他们都有感受到你所为他们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他们的感动是什么？你有试着明白吗？感谢上帝哦，我早前我的大汉囡都，伊较早的时阵，感觉爸爸好像较受过伊，就是真虔诚啦吼，嗯，伊感觉好像太过，嗯，尾下来讲，我讲其实所谓一切祝福拢为上帝来，爸爸无安尼啊去啊，拢上帝错啊，因为上帝伊圣经内底讲，要伊囝儿居上不居下，坐手不作为，要互囝儿的成就和伊名的荣耀，拢是真的，主要你甲上帝结连，伊甲分别做神甲上帝结连来讲，其实所谓祝福伫上帝内底，所以我囝仔即马。弄经历啊，阿门，我真欢喜，阿门。对，那江哥，你有没有把你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你把这样的经历分享给福音朋友？你有没有传福音给你身边的人，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案例？就是说你在传福音给他的过程，很特别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哦，见证足多，我唔知要安怎讲。我曾经，曾经第一遍上电视台的时阵来讲，是带一个，阮家就是阮三哥，因为安尼来病伫异地，所以我一个做兵的朋友，伊癌症末期，伫新老病院，所以我伫迄个所在，我去来传福音。我传福音的时候，因家的人讲，卖即时卖过啊，讲宗教的代志啊，因为即个就一定医生讲可能会。没希望了，要见最后一面。你有卖过团购福音的信息？因到迄天，伫新老病院超三十几个人伫遐，要见最后一面。我嘛去见我迄个朋友叫黄水盆，叫我讲，阮家就是安尼啊。因为我唔是真巧真巧的人，是真巧的人，但我拢真老实。我讲，阮家就是因为安尼，阮家走投无路，信上帝，所以来得就好。所以尾啊，我来问迄个啥人。因家可叫我卖去啊传福音，所以我讲上帝医治你即时医生无法度，你乃买好一个机会。所以我迄个朋友伊讲伊愿意相信。我住伫迄个所在，我听伊装伊细节，我伫就一个对伫婚礼。结果我迄个朋友，我迄个末期癌症末期是，阮去见伊最后一面。结果我带伊去卫生老朋友带去西里。去有牧师祈祷，第一遍祈祷就恢复，第二遍祈祷中间为新老病出院。哇！所以我就早前我经过一个庄严细节电视台底下而已做见证，我陪我的朋友去，一个好起来以后，怎瞬间去两遍就好起来。阿门！哇！就完全经历你们前面的这样的一个救恩呢，哈，几乎。伊好一点，跟上帝会给我啦，各位，因为伊来信上帝，伊嘛为这福音，伊个团结别人。阿门。所以尾啊，伊安尼才互上帝调走。好的时阵是瞬间哦，瞬间向阳为新老病院第三间为新老病讲，上帝医治我，你是外邦人，讲上帝医治我，所以伊啊离开。哇，所以他的家人也同时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神迹哈，这样的一个对。对对对，我迄阵刚好亲像伫台南搭一个教会，所以迄个教会尾啊有滴资源，尾啊我有去啊为因做见证，我朋友拢上帝
所以传福音真的是要信心足，信心大，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别人。如果我们的信心不足，我们信心软弱，其实这个人来到我们的面前，我们一样无法把福音传到这个人的生命当中，无法改变他，就如同我们的江哥一样哦，对哦，见证了这样的妈妈这样的呼天抢地的这样的一个宣告，这样的一个祈求，然后遇到了三哥哦，对，这样的一个得救，所以全家来信主，也一路的经历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高山低谷，一直到现在，我们刚刚又听得到他一个非常美丽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帮助了一个癌末，甚至于见最后一面的这样的人，居然刹那间就这样的一个得救，哇，去两次，用更的更去哦，对，用更的更去，我跟我的朋友一个叫陈英杰，我们用更的，我包括要。在一个新罗医院，对，要出来处理时，那我替人写切结书，哇，替签公到西里我车顶，我无要紧，无要紧，我要出来，伊总是你都无多，伊当我多我较明仔载，真的，我就出来伊来去服务书记的。所以你那时候完全不怕说，万一真的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家人的责怪指责，我只想救他。我唔知呢，我戆戆嘞，但是我做我唔想食嘞，真的，去到遐真正上帝啊，基督都主要。第一遍祈祷用光的去用行回来，第二遍去祈祷，第二天去祈祷，用到最好，第三天在新老病院出院啊，这病院都会当查。真的，所以他的家人有为了这件事情特别来感谢江哥吗？有特别信主吗？我要感谢上帝了，感谢主，感谢主，对，人我都做神，上帝应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我觉得一般人听到这样的癌末，甚至于最后一天，可能他心里面 maybe 会呐喊，就是说我请个牧师来为你祷告，或者我带你去让牧师祷告，心里面 maybe 会这样想，可是说不出口，可是你却说出口了，而这个人就得救了。所以有时候就是神会透过我们的口，其实你是有宣告的权柄哦，而且是有祝福别人，也有医治别人的这样的一个权柄，所以我们才会带得动、说得动，对吗？感谢主，感谢主。对，那江哥有没有对？除了这个以外，我相信我听说江哥有很多的美好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好不好？我们还有大概十分钟左右的时间，你可不可以再来多分享一点？因为我觉得你的故事真的很多，而且都很奇特，对啊，不是一般的见证，要不要来多分享一点？对，好，我刚创业的时候，我创业的时候来讲吼，尾啊上帝因为我要我创业，嗯啊，真做国度祝福，但是我初创业的时候。我前半年所做来讲，我早前吃头路，这个一年我都做一亿的业绩。可是我在创业的时阵，佫请遐尼啊侪人，拄啊前半年，我拢无业绩啦。讲既然拢完全才做着30万，尾啊，阮才啊上帝求，讲上帝唔是你有因，阮讲要让我来做创业，我嘛希望要诚侪国度祝福，我嘛分别做成。所以上帝尾啊讲，你爱加千金啊。你爱请我伫公司呀，你爱公司设置这段，透早你伫遐祈祷，你爱看你后半年我要祝福你无？所以尾啊，因阮就是尾啊，伫后半年的时阵，阮前半年做30万，后半年阮做3000万，所以尾啊，阮赚300万，所以阮尾啊，阮公司就透早。我公司第一个对透早就是在公司租一个祭坛，租一个祭坛，租一个祭坛，因为牧师一个。一个月来做两遍家庭礼拜，做公司礼拜。我本身我只有逐天拢伫公司，我拢爱先去祈祷，祈祷了才开始一天开始。所以我感觉真欢喜，因为上帝加做我的班长，嘛加做我的瓦课，我所有一切拢是上帝祝福的，是上帝收束的啦，应该安尼讲。我觉得从刚刚访问江哥，从刚刚一直到现在，他的。话里，他的字里行间里面，还有他的表情，他的言语里面，都充满了对神的依靠跟对神的这样的一个爱。无论你遇到任何的一个事情，他的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求靠上帝。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做到这一点？从他在经营企业里面，我们看到他从业绩一个月做30万，一直到创造到3000万这样的一个过程，足了一个家公司的这样的一个祭坛，他不但自己亲力亲为，而且也带着全体的员工做这件事。
对吗？对，所以这样的一个翻转真的是完全在神的手中。那江哥，你要不要来鼓励一下我们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当我们遇到事业的这样的一个冲突，例如我们现在遇到疫情，其实有很多的百业萧条，甚至于很多的企业一振不起就放弃了，你要不要来鼓励那些即将要放弃，但是我们如何来教导他们，告诉他们我们如何来祷告，让他们有机会再一次的像你这样重振雄风。来，我感谢上帝，我有这个机会，我感觉最主要上主要就是但基督徒来讲，上主要就是一定爱跟上帝个人甜蜜的关系。第二就是一定爱分别罪性，分别罪性。可不可以来讲一下分别为圣这个部分，就是比较明确的这样的一个例子，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更多的明白。分别罪性简单讲，就是行在上帝心意里底，绝对茫犯错作戒。世界迄个袂使犯，分别做成行在上帝心意内底。你主要甲上帝上好有读经祈祷，甲上帝结连，上帝引出头前的路。不过一点对上主要，嘛蒙福基上大上帝的捷径，那么就是奉献。因为奉献十分之一的奉献来讲，因为奉献是逆理，是愈奉献。照你讲，咱无啥钱，确实够奉献。我都等到愈少，其实唔是上帝无欠钱。上帝无欠钱，上帝是心意。上帝是要看咱的心，当咱奉献的中间，上帝祝福都临到伫咱心中。阿门。真正是安尼，阮都因为安尼，所以，我伫最近，阮拢超过10%、20%，甚至30%、40%的，所以阮最近基金会成立，基金会最近就成立，最近就成立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是要帮助弱势的，还是基督徒有限制吗？要不要来分享一下这个基金会的创立是源自于你想要帮助更多人？其实这些东西吼。其实阮早前因为拢上帝稳定，所以阮原底拢用奉献10%，尾啊，但看见到真侪需要帮助的人，变做20%，变做30%，所以因为有一天，因阮拢无够用，因为我企业无真大，所以尾啊，有一天我伫跑步的中间，你想讲，奉献无够钱，尾啊，上帝伫跑步的中间一句话，上帝阿公，你可以求。所以我知影上帝甲我讲话，所以我上帝讲，无上帝，我要来做土地投资。所以上帝想会到，经过讲我要做土地投资，想会到一个月来啊，一个月有人要找我买土地。我讲我买袂起，因为我都人做，我哪买会起？对方也讲问着，你做咧传统的袂趁钱，做土地投资才会趁钱。伊讲来，你来投资我，你来投资我。所以因为我安尼，我有一个叫林永祥，伊牵我做土地投资。我即摆我嘛家己做土地开发建设公司。拢是我要讲所在是，迄个祝福上帝的捷径是奉献。因为上帝伊无欠钱，可是上帝要看人的心。当人呾愿意奉献，真正心所爱，奉献即个淡薄仔钱做信仰路用的时阵，上帝看过咱。咱的产业内底是上帝，咱是上帝产业，上帝绝对开阔境界，祝福满满。江哥可能不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叫做 iBusiness， 就是爱我们的企业哦。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推广这个节目，一直在推广我们的基督徒的企业。像我其实是一个小公司，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可是我们都在鼓励我们企业，就是要超越十一奉献，就是鼓励企业超越十一奉献。因为其实以个人的力量来奉献，其实是。就是比较小，但是企业它的金流它会比较活用一点哦，所以我都觉得很多无论是教会，无论是神国的事工，无论是我们看到的需要的一些摆上上面，我觉得我们虽然很小，但是我们也常常超越十一的奉献，我们也是这样鼓励的企业。所以你真的是完全神拣选来到这个节目里面的，上帝怜悯，上帝怜悯，但是愈奉献
上帝愈祝福，真的，愈奉献愈祝福，真的，我也遇到，我不要说是什么企业，我也遇到那种公司比我大很多很多，你问他要奉献。他会想很久他会想很久，对，哦，就是其实我觉得在基督徒的企业里面，或者说基督徒的奉献里面，其实奉献只为基督徒预备的，不是基督徒，其实教会或者是神都不愿意你奉献，因为你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是什么。就如同江哥说的，江哥要不要来分享一下真正的奉献，在神国的奉献里面，我们如何越奉献越有恩典。其实这个我来强调一项，就是上帝不欠钱。上帝在马拉基书三章十第十节说，你们当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我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前户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上帝真正不欠钱，上帝卡无对咱。甲上帝，咱会当甲上帝结连，透过安尼中间，咱经历上帝。透过安尼讲，咱经历上帝经过爱心，上帝嘛透过安尼看咱有迄个心，上帝会稳定祝福吼。上帝因为透过安尼祝福咱，予咱经历伊是经过爱心。简单讲，蒙福这袂当一般的这是甲上帝结连。当你跟上帝结连甜蜜的关系，你是上帝宝贝的时候，你不蒙福都难。就是越奉献越恩典，然后越奉献也越蒙福。但是不是因为我要奉献得到蒙福的这样的一个心意。江哥刚刚一再的声明，上帝不缺钱，上帝只会给我们我们奉献，其实神是在看我们的心意，如何在这个神国里面，我们的付出，我们的摆上，对吗？对，所以最后要来请教我们的江哥，你跟孩子之间的互动，如果遇到不协调的时候，你会为他们祷告吗？会。你怎么来调试你跟孩子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不适应？你会说啊，例如说儿子来，我们来祷告一下，不要吵了，你会这样吗？因为现在孩子越来越大，他有他自己的思维和思想，所以其实你为祈祷，你为祈祷求上帝改变，求上帝改变，那个上帝绝对成就，上帝绝对成就。我现在目前我很多，因为包括我的孩子，其实我的孩子，我想要让他来那个做牧师，嘿嘿，所以但是他不想要做牧师，他说做牧师真辛苦。可是江哥，我刚刚在跟你分享的时候，其实我正要问我说其实江哥你很适合当牧师因为我觉得你很会分享，对，而且我从你在分享的过程里面，我觉得你的权柄很直接对，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来当职场的牧师？我吼坦白讲一句，我坐伫讲台顶，我拢会皮皮错咧。不会啊，口才也很差。你这样叫口才很差。观众朋友，我们江哥口才很好吧？从刚刚他分享他的小时候的经历，如何全家信主，一直到高山低谷，一直到他领人信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甚至于他也分享他真真实实的在认罪悔改的时候，神给他一幕又一幕的这样的一个画面的这样的一个认罪悔改的过程里面，他告诉我们一句话，真的是要走在神的心意里面，神的应许，神的救恩才会临到，而且奉献是为了基督徒准备的。奉献对江哥来讲，真的是做国度的工，而且上帝不缺你一毛钱，上帝要看的是你对神国的一切所有的摆上，对吗？阿们，阿们，感谢主。好，那最后我们请江哥，是不是用一段经文来鼓励我们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在这个疫情里面，我们如何继续依靠神，不要怕，我们继续的仰望他。其实咱甲上帝结连吼，上帝圣经内底有讲。总是有瘟疫啊，肆虐伫国度的中间。当咱甲上帝结连的时阵，咱免惊。其实咱上帝拢受保护，咱拢受上帝保护。我伫我来讲，我坦白讲一句话，我心拢真平安。
嘿，我心拢真平安。嘿，我嘛，拍摄我看蛮够。不会，还有，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江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了这么多荣神艺人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我相信他今天的见证一定帮助很多那一种高山低谷，甚至于曾经犯十戒犯错哦，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犯错，但是如何像江哥这么的勇敢，愿意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愿意的重新来过一遍，我觉得神的恩典完全在江哥的身上完全的展现。那也谢谢江哥今天的摆上，祝福你们的家庭幸福美满，生意兴隆，你的徒弟的投资上帝也要30倍、60倍、100倍的加给你。感谢赞美主，谢谢、我们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说再见，下次见、拜拜。谢谢，拜拜。